What makes someone reach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experience? To face the unknown. As children, we ques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e learn. We accept. And gradually, we lose our capacity for wonder. But some do not. The explorers, the seekers of truth. 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女子，欢迎收看本期的游戏视频。这一次呢，我们来玩《古墓丽影石崛起》，这应该是第四期。上一次呢，我们在这边就是爬过来一场灾难性的这个什么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往这个我们的目标地去了。路上有一些野兔，还是要打一下的。某人的念珠，这些珠子严重磨损，快要磨光了。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去。我们看来要换一个地方。哦，好像给了我们一些提示的样子。哦，要从这个绳索滑下去。OK， 那我们走吧。别开枪，我不是你的敌人。你们到底是谁？那些以后再说。你如果想要答案，就仔细听好。我们成功摧毁了老旧的无线电塔台，当然他们保持通讯的中继器还在。我们得关掉那些东西。协助我，我就会让其他人知道你可以信任。我们接下这些任务吧。我会留意的。很好，我们没多少时间。这个属于支线任务，我们做这些任务它会完成一些，给我们一些奖励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下的。这边再收集一下文件。我已成功渗透至敌阵之中，并得知他们是为了寻找山中丰富的资源而来。看来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守护的秘密。那些建造钢铁道路的人是一群囚犯，被红军当作奴隶使用。如今巨大的机器已行走于钢铁道路上，带来了更多的奴隶、食物以及原料，用以建造一座小型城镇。我该回到族人身旁，并开始策划的。叙述了一些苏联人的一些事情。他就在这边绕圈圈吗？好的，那我们就走吧。我们看一下那个任务啊，哦，在那边，看来这个任务还是挺多的。
劳拉这个穿这个衣服是不是有点凉啊？这么多的子弹，还有一些文件。我们真是一群有勇无谋的蠢货。我们以为可以阻止红军，但却寡不敌众。他们的武器极为先进，并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的土地。我们必须从囚犯口中套出更多情报。如果卡斯坦尼亲自动手的话，他一定会很不高兴。我们会给他更多压力。不过，显然他原本就对考文技巧有些经验。我们认为他是那些移民的领袖，他一定知道有关神圣之源的事情。找出他的弱点。哇靠，那边有那么多的狼，看到了吗？我可以找到这个囚犯。通讯通缉器一定是圣三月。五个，那一二三四，我的天哪，我们四处走一走。这些记号他们不是狼，也许是一种警告。这个看着像我的，你们改信，我是摔伤的，听起来似乎有很多应该是可以跳下去的吧。隐藏式图案的金币，而先知也在上面，这看起来像是基特城的关闭。用这个生存本能，它附近还能稍微亮一点。先知的铸金图像，这个城市的金属工匠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它仍然与拜占庭的工艺非常相似。那一定是蓄水池的一部分。在这个位置 C， 所有东西都被水侵蚀，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年可能就什么都没了。哇，是个蓄水池。 Beautiful。这个可漂亮了。啊哦，看看我们能从哪边上去啊。肯定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上去的。OK。这样的话水就比较，水位就比较高了，但是我们得潜水。 OK， 我们这边不是有三个这个吗？我们先把这个东西都扔上去。哦，差一点差一点，然后我们再从这边上来。来吧，我们得等这个水退下去啊，退到这个位置来。OK， 这样的水位就起来了。现在应该能游过去了。这里应该有足够点亮地下通道的灯油了，但在运送时必须多加留意。我们的炼制过程仍未臻完美，有的品质还不够稳定。你一定知道负责监督过。那个门是肯定要炸开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哦，在这边。二，开门吧，芝麻开门。浪费了一个。
哎呀！太好了，成功了！哎呀！Okay, now, 我们终于拿上了我们相关的小东西。Finally, 我们终于可以这个好好的走过去了。我来了，宝贝儿叔，叶子。我们又会可以学到一个新的技能。是一份古老的手稿，关于来自大地的礼物。自然感应。漂亮，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无线电，好，我们从这边上去。哎，这次到了岩壁状态，我们直接跳上去就可以了。啊，存个档吧。纳尼，居然要三个！天哪，怎么不黑死人呢？真是。希望你很快就收到了我上一卷录音带，我越来越喜欢为你录下这些消息了。安娜说，我偶尔得离开那些书本和纸张，好回想起自己做的这一切的目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离开家里，但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是值得的，相信我，附上我的爱，记得用功读书。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但当时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个应该是倒数第几个？到底有多少了？Hello， 我回来了。发送器都毁掉了。啊哈！完成了，那些中继器都被关闭了。确实如此，我们没有多余的物资。不过，如果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可以给你使用。开锁工具 ，OK， 可以撬开那些锁了，就像这个。劳拉现在又变成神偷了，知道吗？半自动手枪，半自动步枪。OK， 我们已经回到这里面了，所以说我们要继续走。山中有野狼。哎呀，不冤不冤，有个蘑菇。
这么脆什么意思啊？为什么采用了战斗的姿势？难道说有什么人吗？这文字看起来是个值附近的某样东西。好，钱币已经显示了，但是我们有空再去吧。一共有三个人，这个为什么会被发现呀？没有人了呀。啊，我就说嘛，无极小屋啊，这是买东西的，里面有一个人。幸好我跟你站在同一边，我一直在担任守财的维护技术人员，但我没办法继续待在这里了。那些家伙根本疯了，我一直在暗中储存装备。如果你付得起钱，他们就是你的，他们不会察觉少了几件物品。但要是让他们听到风声，或是看到我和你走在一起的话，我就完蛋了。我需要先取得一些无法被追踪的货币，以免情况生变。最好是金币，你愿意和我交易？我会看看我可以找到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绳索，这样的话我们来回走的话会方便一点。但是我们就没钱了，太崩溃了。当地人带来了一些麻烦，通讯装备中断了一阵子，但现在一切又回到掌控之中。如果情况失去了控制，我们介入并接管一切。不会的，你不会无缘无故派我来这儿，我是神选之人，我一定会成功。用行动证明吧。喂。Oh crap！ 让抓起来了。衣服都给我们脱了，讨厌。劳拉，你还好吗？啊，谢天谢地。安娜，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害怕。我很抱歉。我没想到他们会把目标转向你，这都是我的错。谁？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这跟我父亲想要的一样。天哪，劳拉，我告诉过你不要这么做。他们想要什么，给他们就是了。没那么简单。撑住，我会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一定。别碰他，拜托，不要。
快说！不行，你这个混蛋！神圣之源在哪里？拜托住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够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你不可能，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我真不敢相信，你这个贱人！你就是不懂得放弃，是吧？我就知道你终究会找到这个地方。你究竟想怎样？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我们都在追寻同样的东西。像你这样的人对我们很有用，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那就该加入我们。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我知道盛三姨都做了些什么勾当。这是拒绝吗？你想都别想。告诉我，安娜，你是在开始纠缠我爸爸之前，还是之后加入圣三一的？我爱过理查德，但他却被自己的理想主义蒙蔽了，而这毁了他。那你又会怎么处理这个文物？把他公诸于世，以此恢复你父亲的名声？你还是如此天真，不过是个幻想能和父亲一样伟大却又充满恐惧的小女孩。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还不行。我们俩还是可以站在同一条阵线，考虑一下吧，劳拉。或许那是他唯一和人相处的方式。我以为这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是，但看来我们都错了。我应该如何称呼我这位新朋友呢？没必要，我不会待太久。康斯坦丁他并没有多大耐心。我也一样。我想也是。了不起，你可以带我们逃出去吗？别套交情，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在这儿。抱歉，我现在对人特别没有信任感。少了我你走不远的。你不知道我已经走了多久了。对于这些人你知道什么？一个古老且极度机密的教派，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是神的旨意。就我所知，他们的行为根本谈不上神圣。你打算怎么使用那东西？我想到的时候会告诉你。小心。我听见了。那就更得快点离开这里了。瘦就是有好处，对不对？哇，好疼。哎，我们的弓箭还有绳索。哎，有力气了。出得去吗？
没有，但我找到一个可能有用的东西。反曲弓。哎，就在这边。小心点，别引起外面注意。成功了，你出得去吗？当然出得去。等等，放我出去，我可以帮你。我不能相信你。我和你并不是敌人，我看得出来。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我一个人比较好办事。我知道路，也熟悉这片土地。我学东西很快。我并不怀疑这点。也许我可以给你更重要的东西。我知道你们在找什么。谢谢，我叫雅各。劳拉，拿着，以防我们走散。我们得走了，巡逻的守卫随时都会出现。你知道怎么出去吗？知道，我曾研究过这一带。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什么啊，你我们现在没有弓，只有一个反曲弓。就到知道康斯坦丁如果没达成目的，就绝对不会罢休。神圣之源在这里吗？老了，信任是互相建立的。这是什么？历史的教训。这地方有他自己的伤痕。这是个劳改营，苏联把囚犯送到这里的矿坑工作。但那样还是不够，他们抓走了我的族人，迫使孩子和母亲分开，让他们像奴隶般的工作。那些看起来很古老了，他们找到了什么？这问题你可能得问他们。我们必须。我终于将我背叛的事实全盘托出，劳拉这下知道真相了。我现在有一连串奇怪的感觉，后悔是一定的。为了那个在牢房施加酷刑的我感到后悔，但还有其他的感觉。我知道康斯坦丁认为我乱了方寸，认为我和克洛夫特家族相处的时光让我变得软弱，但他错了，这不是软弱，这感觉反而像是另一种决心。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也听不懂。还好没把我们的撬棍给拔走，要不然该有多尴尬呀。手枪 OK，好像是已经重复了。OK， 像是采矿，反倒像在挖掘古文物。大概吧，只要有可能埋藏着财富，他们就会去大肆挖掘。我们必须先到救火车站，才有机会逃走。然后呢？我的村子在另一边的山谷中，我们在那里会十分安全。第二指挥中心，最后一台直升机已经出发。啊哦，那是最后一批了。通讯中心似乎遇上麻烦了，有更多当地人出现了吗？哦。女汉子劳拉，好了，等等，就快弄好了，搞定，你可以开始了。好，快让铁匠五哥。康斯坦丁要一天呐，暴风雨来临前抵达铜矿工厂。五个剑，好吧。
我们先把那边那个打死，然后这边这个，那边还有一个，先把上面的岗楼上的都打死。哦，完了，射歪一个。还有，这边还有一个，看到了吗？好，上面四个都打完了，我们下来再收集一下，收集一下木头。What the fuck？我们还上来吧，光有羽毛不行啊，这现在下面一共有四个敌人，那我们直接用毒箭吧解决。这边两个，这边再打一下，这样他们就全死了。 OK， 哎，那边又出来一个，再见。 OK， 全部解决。这就应该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家伙，就这家伙，来吧，拜拜。大门开了，告诉他啊，你可以进来了。两个，我找到方法。安娜已经摊牌了，他和我终于可以重聚了。过去几年没有他的陪伴，我过得好辛苦。当我软弱时，他的声音总能给予我力量，而当他绝望……也就是说他们是情侣吗？到东庭去吧，我已经在里面了。你够快的呀，神速啊。这个也不能做什么，好像我们现在是没有枪的吧。哦，有枪。OK， 那么我们本期呢就先到这里了，然后这边呢我会自己去搜刮一下物资，包括原先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就是精密捡。My father was right. Who the hell are you? I suspect you already know. Trinity.